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等待陆柯然。今天呢，我来交作业，什么作业呢？就是陆柯然的化妆视频。没错，你现在看到的我是素颜的我，可能有那么一丢丢的好看吧。开玩笑的。好，我现在开始护肤。首先第一步呢，就现在开始涂精华，慢慢你的黑曜石精华。长了一个大痘痘，这是个痘印，所以朋友们长痘了千万不要用手抠，你会后悔的。上次被高老师安利的这个乳霜，真的很不错的，相信我，很水润，这个很喜欢涂这个。其实我喜欢在鼻子两侧多涂一点，因为我脸真的是干的不行，按摩一下好肿。其实我是属于比较容易肿的那种体质，就睡前不能吃东西，然后不能喝水，我的枕头要枕得高一点，我起来才不会肿。让我的脸就是说先吸收一会儿，你看涂完之后小脸显嫩嫩的哟。下一步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在上底妆之前，你得给自己上隔离或者是防晒，因为一定要涂防晒。就涂了防晒才不会变老，一般都这样。喷多了，好强啊！按一按，刚刚已经隔离完了，现在呢，我们要上底妆了。由于我的皮肤是比较干的那种，因为最近在北京嘛，你看我的家是现在在房间里面那个雾量开的是最大的。然后鼻子两侧你看很干，所以我就要用干皮大师，挤两泵，在我的手背上。然后呢，我平时还会加一点精华，一点点，揉开，然后点在你脸上的各个部位，这痘痘盖起来，这样轻轻拍，我是喜欢很重的拍。其实这样是错误的，我的黑眼圈，我的天呐，立马好像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我涂的比较薄，其实我的底妆不喜欢很厚，因为我觉得不透气。我第一次对着手机化妆，没有镜子让我好难受，眼睛向上看，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，不错吧？又很透，又很薄，然后我觉得遮瑕程度来说呢，也是很好的了。现在我要画我的眉毛了。但是我画眉毛的话，我必须得有镜子。我的化妆技术还没有那么的炉火纯青，就是说完全可以看着手机化妆，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很多人都吐槽我的眉毛画得不好。我的眉毛其实算是那种比较浓密的那种，然后，其实就是描两笔就好了。但是为什么我每次画出来是那个样子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再画下面，然后再画上面。我喜欢把眉毛画长一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显脸小，然后前面就是描两笔，不错的其实。好，把这半边也画上，两边眉毛不一样是每天最让我化妆时候最让我生气的事情。两边一样吗？哎，今天画的差不多，因为好像画太浓了一点，没事，头发一放下来就看不见了。其实讲实话，就是你这个手机啊，你和真人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我这样照镜子看，我觉得还不错，真的。眉毛画完啦，下面就到了我化妆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什么呢？你的眼妆。然后我要给大家开始表演我画眼妆的技术了。拿一支比较长一点的刷子，先打底嘛，然后找一个颜色比较淡一点的，就是这个颜色。打在你的上眼皮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棕色，稍微棕一点点的，先涂在你的上眼皮的前面到中间部分。我觉得这是我画的最慢、最精致的妆了，可能。另外一只眼睛，也涂上棕棕的，是这样子的。一会儿我会找一支比较细一点的刷子，弄一点就是比之前更深一点的棕色，在我的眼尾部分就是加深它，因为我不画眼线嘛，我画眼线眼睛容易过敏。然后
下眼影也是得画的，看一下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有待改善啊，就大概是这种样子。哇哦，还可以。下面画什么呢？下面画遮瑕。如果平时长得很大很鼓的那种痘痘的话，我会用遮瑕比较厚一点的那种遮瑕膏，但是我就长了一个小痘痘，所以我决定用这个全力粉底液，因为它遮瑕力度比较好，然后它又比较服帖。因为我不喜欢底妆，刚刚也说不喜欢底妆太厚，所以就拿这个当遮瑕膏在我的痘痘处。看见了吗？就是这么神奇，这样的话又能遮瑕掉，底妆又不会很厚重。然后你看我刚刚上妆上了这么长时间，我都没有卡粉，因为平时我有时候上妆五分钟不到，我的脸就会起皮。然后把的黑眼圈再遮一下，现在看上去就是毫无瑕疵。Perfect。遮瑕结束之后呢，我会画侧影。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步骤啊。有时候侧影打得好呢，你这个人看上去就有90斤。我自己打侧影是就是技术是很差劲的，但是还是要这么有这么一项嘛，有仪式感一点，就总觉得自己打侧影就是胜有十圈的感觉。先画鼻侧影就轻轻带一下，然后我会这样，哎不对，反了，是这样，这样。往上提，后刷，这涂多了，然后下线要修出来，好像没有什么差别，当然了。然后这边变脸，也要这样往上，然后往脸上来一点，好了，我的摄影打完了。我现在进行最后一步定妆。我先跟大家说一件事，我很生气，我刚刚忘记把散粉拿过来，然后我就去我的卫生间拿我的散粉，结果我的手上不是有粉底液吗？我才这么白，好生气啊！我的白色衣服。好了，定妆就是让的脸不要那么反光，这样轻轻的拍打，好了哟。然后我们的最后一步就是口红，我决定选择405号色，因为今天跳一个比较帅气的舞蹈。其实我涂口红就是会这样涂一层就好了，然后用手轻轻的散开就好。现在我的嘴巴颜色是有点，其实是有点深，因为我涂多了，所以我决定用直抿一点。然后抿完之后，眉妆淡妆，轻轻的按压一下。好啦，妆化好了，然后头发怎么了？我平时出门的妆可能比这个要简短要快很多，然后也没有那么的精致。然后我今天给大家画这个妆，可能会有很多人吐槽我吧，sorry， 我平时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等一下要去吹个头发，就要出门了，还是化了妆好看，然后我要选择一下今天出门要带的，随身携带化妆品。然后我平时的话会带这一款，还有的口红，我要带着他们出门了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可以少吐槽一点我的妆，谢谢。